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是来介绍达人这个活动。那达人这个活动呢，你看一下啊，它是87到91五张不一样的，可以自选93的。OK， 然后这个合成呢，只能用一次。那有另外一种方式是用达人代币，五张达人代币也可以自选。然后下面的合成的话是我们的两张球员去换一张达人代币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基本上除了氪金之外啊，你看这边很多卡包也都很贵，所以我们就不建议了。其实还有个地方可以，在我们的本旧这边有个达人按下去，你就可以看到。然后它是送我们的达人代币，而且如果你全部完成的话，它可以送几个代币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，OK， 我靠嘞，十个代币，等于说你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拿到两张达人。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一下，最后一个花费12500球币，可能是有一点给他难，所以各位就想办法。完成至少五枚代币好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第一个就是收集我们的先行赛大师来获取达人代币，这个应该很简单吧？你就换一张 Curry 或是 Rozier 就有啦。那第二个是赛季，赢得四场完整的赛季比赛。OK， 我们就赢四次赛季嘛，就打赢四支队伍就好了，赛季都会知道。然后赢得七场对决比赛。OK， 这个各位应该也 OK。再来是花费5000枚每月大师标志啊，每月大师标志。可是我想存啊，这个我就不确定了。这个看你们要不要了。今日 Life 各位应该也知道吧？今日 Life 页面。好，再来是花球币的5000枚球币7500。12500，好啦，如果说你的球币不够的话，我们当然是只能选前面五个，1 2 3 4 5。如果你球币不够的话，我们就只能花我们的每月大师的标志了，五个就可以至少换到一张了。然后如果你要十枚两张的话，就比较难一点了。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达人有哪些球员哦。93的部分的话 ，Joe Harris， 他有神射手加成 ，OK，Joe Harris。再来是猛犸象 Mark Eaton， 坚若磐石，他是属于防守系的啦。再来是小虫 Roadman， 篮板好手。再来是 Darren Fox， 健身迷啊。最后是我们的 Michael Ray Richardson， 超级高手。那各位就尽量的选一张自己喜欢的吧，然后符合你的教练为主吧，我是觉得啦。他这个卡牌的背面怎么做的很像拓荒者的那个 logo， 那边一直转转转动动动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以上达人大师的部分啦。那以上介绍完毕，下次见，拜拜。